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小厚，欢迎收看2018年第一期节目。那么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，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更新？因为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给自己挖了个大坑，挖的是这。那么手头正好有一块红色的玻璃砖，我就在想要不要做一只帕帕拉恰小哥哥。那么今天呢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